如果你最近想送礼物俾人，又谂唔到送咩好嘅话，就等卧底介绍俾你啦。最近卧底收到呢一份礼物，我哋睇下入边有咩先。入边有6罐 Hong Kong Love Prep Koa 啤酒，一块手工制干花矿香石，仲有心意卡俾你写得你嘅心底话。入边有2罐全黑嘅啤酒，可以俾你发挥创意。卧底当然唔执输，即刻签翻个名喺上边先。咁呢罐啤酒就变成卧底限定版啦。入边有4罐手工啤，由入门级嘅啤酒到攞奖嘅啤酒都有。如果你一次过想试晒唔同种类嘅啤酒，咁就啱晒你啦。第一次接触手工啤嘅话，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慕尼黑清凉啤酒，系一款非常传统嘅德国拉格，啤酒带有麦香，入口清爽，颜色都非常金黄。而另一款维也纳拉格就带有坚果同埋焦糖嘅香味，味道好特别，值得一试。礼盒入面仲有一块矿香石，香味嘅基调系雪松，同时都带有金骨、蜜瓜、紫罗兰等等嘅香味，可以挂喺呢一块矿香石，令到屋企香喷喷之余，仲可以当装饰或者摆设。下次如果想送礼物俾人嘅话，就不如谂下呢一个礼盒啦。